跟跟叔叔去玩吗？啊，去玩了不？啊？去啊？去不去？去还是不去？啊？去不去？啊？去还是不去？你不理我啊？不理是吧？啊？啊？你不理我啊？叫了半天你才忘过来。有的玩。哎。你是碰瓷吗？你是碰瓷吗？耶！然后要去旅游了吧？哎，那么好的天气，是不是出去找一找了？去玩几天啊、哦？冰箱里的东西早就过期，留言还是周一。到夜深人静，只剩我和空气，没道理。你说爱情仅此而已，谁还没有一丝委屈？不再关心，我的世界下了雨，像风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。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，那最潮湿的衣，结果这最伤人一句，或许遥不可及才得人。哎，其实我不是去旅游的，我是来找这个来请我吃饭的。每次回来的那必须跟廖总一样的，两个一个德行。哎，那有坑就坑啦、啊、对不对？对，不像以前我跟老梅说的一样，兄弟是哪坑的，对不对？有坑就坑这些，是不是？这里好多这个盆景，这个老板应该是一个很热爱这种园林生活的啊、哦、这里这么多盆景、嗯、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老板很喜欢唱歌。真的是漂亮、啊、这个地方真的很舒服啊，那边都是山，下面是河，河是从那个里面那个景区流下来的，非常的清啊。那里有个山洞，现在叫阿帆带我过来这里吃饭，这里是一个农庄啊，后来坑了一顿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白天就好了，白天来的话就风景就更漂亮。看一下他点什么菜。又发现新大陆吗？不是，我带你吃水果。哦，这是真家伙了不？啊，那这里不就掉落了吗？你看，哎，这个可以吃的。哼，啥味啊？夹不夹？涩不涩？好吃。你上一个特好吃，不骗你。嗯，你忽悠我吧。好漂亮啊，好像那个悟空摘的那个果。这个是真家伙了吧？这个不是假的我。嗯。这要做十个人呢。凳子就是，你看这桌二四六八十十个人哦，要等八个，等八个人过来。哎，还没吃饭呢，赶紧过来。还有八个位，要坑到了一个土鸡哦。没关系，老板请客。不知道堵不堵哦？血痕买单，管他堵不堵，饿了，真的饿了。你看他请筷子都是少一截的。哼，哎，
你要哪一个？这是捡完就查我。这是开水的。这个怎么拆开？这样子。要按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哎呀。对呀、啊，这里不够吃，我们去那边混了。我去看看老板娘有没有牛肉。有。没有，让他赶紧生一个。鸡汤。他说要了。是吧？嗯，他说等下吃饱饭先。哦。有，看到你来，人家有女儿把女儿屋子关起来了。这次回来呢，是哇，帮我换装，弄一下直播间啊。哇，嗯，你以为白吃白喝？我们要是有目的的，嗯。你们说好不好吃啊？肯定很好吃。我们两个人在个山上面，晚上出不来。网络又没有，手机又不能玩，然后听那个是什么 CD 机啊？什么？那个哪里有 CD？ 我手机的信号都没有了。不是那个老头放的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放磁带的。我磁带。嗯。跟一个大爷，两个人、三个人在那个山里面，信号没有，但是他那里养了好多土鸡，那个土鸡真的是好吃。三个人，那个大爷的最多吃了五坨，还不吃了，剩下的全部两个看玩具。好，那个真正的土鸡，我在山上面养的那个，那个鸡离城市的好几十公里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来到中渡这里的话，我们先很请你吃饭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把你扶到这里。带你们过来这里游山玩水啊、哦。嗯，我辛苦一点，我做。导游，然后先还是那个人跟着就请吃饭就行了。嗯，这是装什么的？骨子，包骨，就是那个叫做那个叫我们以前装包骨那个叫骨什么？骨老。那个老，你跟我说那个老字我不会写的吧？那是骨老的。说这普通话，我怎么打字啊？什么没有？你文化不够高。那小背篓是什么？哪个篓啊？真是没有，你家没有。二本毕业呀，我们上龙岗，那么高难度啊。你跟我这种大班生比呀、啊。好了，我们先吃饭先了。大家觉得好吃的话，一起来吃，点点关注啊！大家觉得点点赞、同转发。大家觉得好吃的话，点点关注。反正土鸡就很好吃，你们要是觉得好吃的话，给我们我们战友点一下关注哦。然后也欢迎来到中渡啊，来到中渡，带你们游山玩水。我们的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啊。嗯，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嗯。